大家好，又到師傅話你知2015。我喺師傅話你知做咗咁多年咧，如果大家有聽我節目，我都曾經講過一句説話，我仲可以為佛教做啲乜嘢？諗到今時今日咧，我能力範圍可以做，明白了解，肯去進行。我都做緊，不論師傅話你知又好，近呢幾個月嚟嘅講鬼講神都好，盡咗個能力，亦都有好多又唔認識素未謀面嘅朋友協助下，都係想有一個好簡單、好簡單嘅目的，就係想將一啲善知識、一啲做人基本嘅守則。去同大家分享，或者將一啲自己曾經經歷過嘅開心與唔開心，同大家分享。但係如果日日當我睜開眼嘅時間咧，喺不同嘅領域，我都會聽到一啲令人譁然嘅嘢。我點解會咁講咧？早幾日，我無意喺網上就看到，一睇到香港一單新聞，一個年青人，我就以翻佢個報導嚟講，20歲出頭，即係為咗感情嘅事，唔知因乜嘢理由，就割傷一個女性個頸部，仲～即係好淡定咁喺度玩手機。嗱，詳情我就唔會講，因為逢親呢啲咁涉及刑事嘅嘢咧，就進入咗司法程序。咁我亦都不必要，即係亦都冇必要去俾任何 comment。咁好啦，另外一單咧喺網上睇到嘅，雖然我從來未去過嗰笪地方，但因為近年我識咗。兩位朋友，大家都知道喺廣偉廣神，一位名古，一位西文，都係嚟自馬來西亞嘅。咁喺佢哋嘅口中，我得知神山佢哋一笪地方咧，就佢哋好尊重同埋非常神圣嘅地方。有人為咗去旅行，可以喺嗰度拍果照。兩者啦，雖然兩樣嘢完全冇任何嘅性質相同。咁我聽完兩單新聞之後咧，咁啊令我諗起啊好多好多年前我睇過一套戲，就叫《達摩傳》。佢有幾句入邊一好圓嘅説話咧，有啲佛嘅意思喺入邊。佢話過：如果坐禪都可以成佛，磨牙就可以成鏡。我諗大家都唔需要我多講，就好明白呢個意思。瓦片又點可以變成一塊鏡咧？咁即係話坐禪又點可以成佛咧？咁但係話現今個社會的確又係好多人去篤信宗教，尤其是佛教。咁佢另外一段戲咧，就講個皇帝係想見達摩，單對單會面。佢問達摩。這個世界上沒有佛，咁達摩就好快話佢：呢個世界上係冇佛。咁片嘅後尾咧，另外一位比較大德高僧去解釋翻俾個皇帝聽，佢話：如果你口中問對方有冇佛，即係你質疑佛嘅存在。佛基本係無形無相，你既然你心中無佛，何有佛而在呢？咁好啦，以上我所講呢兩樣嘢，一套戲入邊嘅情節，兩單不同地方嘅所謂新聞。咁大家可能會問：喂，德師傅，你今晚想講啲乜嘢咧？我成日講一樣嘢，唔理你任何宗教都好。
首先一樣嘢，我哋就要由自己根本去做起。如果我哋自己都做唔好自己，咁你信佛教根本就冇意義，或者信任何宗教冇意義。因為好嘅宗教導人向善就係一個好宗教，叫人哋守法、孝順父母啊，嚇、啊、傳公義啊，講正話，呢啲就係一個好嘅宗教。咁但係話以上嗰兩單新聞，一旦係不尊重，我唔理你。我雖然佢內幕，我完全唔清楚。一個不尊重嘅行為，咪你唔尊重嗰笪地方啫，或者你唔信嗰笪地方啫，但唔代表不存在或者人哋唔尊重噶嘛。你有冇感受到人哋嘅文化？有冇入鄉去隨俗？尊重人哋嘅文化。好啦，前者。我不理你什麼原因、啊、我也不理你什麼情況，你用這麼殘暴的行為對一個女性，或者不要說女性，任何人都好，然後等於若無其事可以繼續玩手機，那我都很懷疑你的人性存在，除非你是 short 的，那我沒話說，是不是？以上這樣東西就是說根本是人已經出現了問題，那人出現問題，我以前我都講過，一個出生的細路仔等於一張白紙，是好是壞，是黑是白，就好基於他一路的經歷，他的生活，他父母的教導。今時今日父母的學識、收入絕對比我們以前的年代好一百倍或者更加誇張，還有現在的小朋友更加矜貴，因為真的一個起就兩個字，不同我們以前的年代十個八個時作等閒，貴精不貴多，現在還應該來說就好好培養，但反而我覺得這件事是倒退，倒退之下而出來的東西就會影響整個社會的風氣，整個世界的風氣。 我以前我講過很多很多次，求忠臣在孝、啊、在孝子之門，一個連自己父母都不孝順的人，你會不會相信他會對你忠心？伴侶你會不會相信他對於你是會忠心？我真的有所保留，即是很多網上任何宗教都會說末法了，末法時代了，妖魔出動了，什麼什麼都好，神佛魔都是來自自己的心的。你成佛成魔都是你自己一念的人，所以不會有個說話一念天堂一念地獄。很多人 很大的理據、啊、怎樣行善、啊、怎樣去說，怎樣去信佛，怎樣去搬道理、啊、怎樣 去做一些布施。首先我說這些行為沒錯，但我們只是做一些很表面的功夫，非常非常表面的功夫，實際上內裡有多少自己反問自己，你們知多少？如果不是當日，我不會說一句說話，我還可以為佛教做些什麼，因為我想不到，一個人的能力有限、啊、所有的社會惡念善念最大的力量就是共念，如果全部人惡的，他的共念，他的惡氣，他的瘴氣就會很重，如果全部人的善念多而生出的共念，這個世界就很即和平溫馨，這個是相對來的，
不會有第三個答案。好了，所以我經常說一件事，就是做父母不要有糖衣陷阱。你去疼個細路仔，不代表你是保護緊佢，或者係乜嘢？最基本，你令到佢根本冇咗生存能力。再者嘅，誤導咗一種唔應該有嘅信息，就令到佢感覺呢個世界上只有全世界人欠緊佢，佢冇欠世界。當你達唔到佢嘅要求，佢就可能會做出一啲好暴戾，或者一啲匪人所思一些行為出到嚟。我舉過一個例子㗎啦，即係你每一日俾$10嘅小朋友翻學 ，OK， 咁正常啦，揾得到，使翻喺屋企人身上冇問題嘅。但係有一日你俾唔到佢嘅時間，咁你會點？佢就覺得你唔錫佢。點解你唔俾佢？再者嘅，啲老人家講使大咗隻手，佢就會用任何嘅方法、任何嘅途徑去揾錢，去滿足自己嘅慾望。咁好啦，我想問你，你係錫佢定害緊佢？但係相反嚟講，你從來都唔會有依一樣嘢俾佢，而係你係你介覺得佢怪。或者聽某個時間，適當時間俾一啲獎勵，佢就覺得自己父母好錫佢，同埋自己真係做到父母嘅要求。我從來我同好多朋友講，我唔相信補習係會令到一個學生讀書叻嘅。讀書咧係喺學校，唔係補習翻嚟嘅。個原理都係一樣嘅人。我想我絕對有知嘅講嗰説話，因為我為人父母好多年，可能我嗰套方法冇人會認同，但事實上我套方法我覺得係最 work 嘅。錫仔女或者做一個師傅，愛眾生唔係愛於口，係愛於心。講到幾冠冕堂皇，大仁大義。第二冇意思，因為理論同實踐根本就係兩件事，不能混為一談。我哋今日嘅社會，唔好講香港，全世界都好，出嚟嗰個效果，我哋就可以知道我哋做嘅嘢啱定錯。今日2015。我哋一路倒退10年10年咁計，每一個10年，你哋自己去睇睇，我哋演變咗啲乜嘢？我哋嘅科技多咗，用 pager， 至到今日 mobile 係嘛？由打字機變到電腦，先進咗。由風扇變冷氣機，先進咗。但我人嘅品行咧，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咧，我哋倒退緊，而且倒退得好嚴重。我哋大多數人好中意玩掩耳盜鈴，點解啊？揞住敲鐘當聽唔到啊！你估我哋大多數人唔知道問題所在邊度咩？我哋知道，但我哋冇去正視個問題。出到嚟嘅後果，我哋今日種乜嘢？佛教入邊都講，我哋種咩種子？點樣栽培呢棵種子？將來我哋就會得到啲乜嘢？所以成日我都有一樣嘢，我做節目咁多年。大家不會聽到我會講一些佛經或者引述一些佛經裡面的細節內容，我只會我自己看了佛經，或者我學了這麼多年的東西，參透了其中一些小小的知識，
將它變成人性化、白話化，和大家分享。不是質疑大家的智慧，不明佛經，而我希望更加大家不用太多去想，就很直接了當地了解到我想表達什麼，以及佛經告訴大家希望大家做到什麼。如果我們自己人現世都做不好，不要說成什麼佛啊，浪費多少時間啊，敲兩下磬裝著香就可以 升天，我打死我都不會信。為什麼我們不做好自己，孕育好下一代，令個社會和諧？你留意一下，我們今時今日全世界這麼多個天災，好，在地理上，在醫學上，很多很多解釋，我認同。我不夠膽，我亦都沒有資格說科學家或者一些、大國手，他們說的東西是錯。但相反來說，大家亦都不能夠否決，是個天懲罰我們。好啊，很簡單，我再說一件事，現在很多不知名的疾病倒回幾十年前，難道以前有人沒有病的嗎？有，但是沒有那麼多不知名的病。為什麼？很多樣東西就是我們人類自己做出來的、為了那個收入豐富，植物加一些不必要的元素下去，快生長嘛，就快回本咯。動物一樣，結果怎樣？一個循環來的，一個循環來的，即等於佛教為什麼叫我們 盡量去吃素，最好是持素。我們不是一隻雞，我們不是一頭豬，你試一下你自己將心比己，你是頭豬，我拿著把刀去斬你劏你的時間，你猜你害不害怕？當你害怕的時間，你的怨力、你的驚慌就會留在你的體內。斬了你之後，好了，人類吃了它之後，即是說將它的怨氣、怨力吃了落肚，就是這麼簡單而已。這些科學都不能夠 object 的。再簡單一些，你只買一塊豬肉，即是在一個禮拜，或者不用，它就會有嘔蟲，所謂屍蟲到來，我們吃得落肚都是一樣。大家可以知道，我不是要大家都要持素，我自己都不是持素，但我亦都持個長素。我即係話俾大家聽，嗰、那個利害關係喺邊度？我哋睇表面嘢嘅，係永遠睇唔到真正嘅答案。我哋要了解一件事，一定要從不同角度，由淺入深去了解一件事嘅前因後果，有起先有結。終結不會無端端嘣一聲彈出來，沒可能的事。我告訴你，我們這樣才了解佛學，不是教我們要成仙成佛，是教我們怎樣去做人。如果我們連做人都不好，你不要我講孝敬念佛，我不相信你的神壇、你的神堂有幾大幾莊嚴幾輝煌，你就一定可以成佛，我打死我都不會信的。修佛不如先修心，修心不如先學怎麼做人，就是這麼簡單而已。我今晚講的東西，希望真的大家和我去分享之餘，也都真的去思考一下。師父告訴你也好，講鬼講神也好，這個節目我沒有任何一個 advertising 去賣自己廣告，我推崇一個佛牌，
我推崇我去睇風水啦，做啲做乜嘢，乜嘢都冇。啊！我只係希望將嗰啲善知識傳開去，大家聽完之後再傳開去，唔好講多，就以孝順父母傳開去。記住一句説話，喺我個理論，不孝就不該，孝順就應該，唔使讚賞嘅。好啦，下個禮拜日就父親節。而家首先喺度預祝各位即係做人爹哋嘅父親節快樂。今晚時間亦都差唔多，下一集睇我講乜嘢。OK， 拜拜。